那你就回来。回来。喂，哎，跑不到啊！抱歉，来，模仿卓宇，从现在开始就叫张卓宇来模仿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卓宇。你想，然后打一架。所以等一下我打麻将，干！不要啊！生气了，放霸气！所以反击，我马论文，反击！招字！其实是那个我们零六级最有学长姐缘的人，他大一的时候就很多学长姐找他开歌，还有啊，还有打牌，交很多学费，哪有啊？他也常跟学长姐什么打麻将什么的，所以他很多就是跟学长姐熟，对，就是大家的。医生，那个他就是他年展时候的表演，然后卓宇就上台，因为他现在那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核心的，不要讲了吗？啊你要走了？为什么不讲？哇，这是应该是跨年的时候的照片，开心哦。对，家长。真的好可爱，可爱鱼。因为卓宇很喜欢去日本，所以他这一张好像是他跟他一个朋友，他们就两个人，两个男生去日本。男生去日本。然后是，他就是做什么事都不知道。然后他就很喜欢去日本，然后希望以后能跟就去日本吧，这样。不敢再讲哦。他卓宇的拍照的招牌姿势，他以前卷毛，还是他是大三不是吗？他不是卷毛吗？啊对，他烫卷了。好。下一张。女生。然后是那婚礼的时候拍的照片，两张都是。谁的婚礼啊？没有啦，就单纯就是女生的婚礼吗？社长跟副社长合照，这样而已。好可爱啊！现在下课了，现在下课了，没了，就是大家。那卓宇要什么歌？葛饰公主。好，卓宇了，没有了。上来啊！天后啊！天后啊！上次是那个。
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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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Yes, sir.
see you. You all know about that. Oh, do more than you. Put down all that. I don't know. I do not need no people. Don't have to be
Thank you.
在场的是我的，这个起跑的是我。先等一下。再走，这班休息。那我们起，这就坐一下。先聊天，先聊天好了。好。我要讲话，我要讲话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好，我讲件，你干嘛走掉啊？来这边呢，讲件卓宇以前发生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可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。这个是大家都知道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是那个社办的那个吉他架，不是有一种是这个好的吗？然后有一种是那个很就是比较烂的，就是它就是，干不要讲这个，就是吉他靠着而已的那种一个就是比较没有比较不安全的吉他架。然后就是以前是那个嘛，那个是南网他们赢回来嘛，那个一把那个 V1 的那个吉他。然后有一次张卓宇他就把那个 V1 他就放上去那个比较烂的那个吉他架，然后一转身的时候，那个吉他就嘣就摔到地上，然后那个 V1 就断了。变得无解。对对对，断那就变那个 V1 就断掉了。然后我知道，然后后来之后就是那把 VR 断了之后，就是社上就是那时候他们也在比赛，松尾他们在比那个明知故犯，对，然后就一直断弦，自从那把 VR 断了之后，就是弹什么弦都一直断掉，对，持续了一年，就很奇怪，是没有那么久啊，VR 魔咒，真的太可怕了，好，就这样，也、yeah.。不会了，他后来也是没有被学校处罚。很照顾我，很棒，常常找我打麻将，做坏事。我卓宇打麻将很强。对啊，那卓宇被你搞Thank you.
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来哦，这首歌是关注的，没有没有，为什么？就是刚刚还是大学没有听到，觉得很好听。
神神神神神，哎，我这句叫什么？要准备哦。没有啊，就中间几句啊。好，我们再。